안녕하세요, 구미입니다. 鬼怪大叔来了，听着尖叫声就知道现场挤满了超级多粉丝，都为了来看孔刘的一面。24日下午，在首尔的购物商场举行了孔刘代言品牌的签名会，因为是公开场合，现场聚集了相当多的群众。孔刘一现身，现场就陷入疯狂。他在粉丝的欢呼声中入场。这天，他穿着浅褐色的外套，搭配黑色上衣和裤子，简约的打扮也十分帅气。现场，他不时和粉丝挥手，比起爱心，全程保持微笑，亲和力十足。You know